一个小时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老大都讲了，不让进去。不过我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如果庄家凯联合集团对付老大，这样沈曼宁和饶美娜都会卷进来。饶美娜。 你这样，你先把店关了，我现在就回家给曼宁打电话，你别着急。嗯，这是怎么了？公司高层闭门会议，禁止一切外来人员出入。不让出入？为什么？哎，那个是美娜。喂，美娜，你在公司？我在公司呢。 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，说曼宁出事了，我正准备回家呢。这样，美娜，你想想办法，从后门出来。啊？你叫饶美娜，第二设计室的。我。美娜，你快跑啊！啊！站住！完了，怎么办？我知道一个安全通道。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很受伤，但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他和你的人生，在17年前就有了纠缠。现在庄家和蓝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不可以就这么离开。如果我有证据证明你的继承人身份存疑。 你就没有资格把庄家和蓝海集团攥在手上。妈，真的吗？美萱，我对不起你。小雨这么顽皮，不懂事，你却视如己出。 原来，在这个家里最多余的不是我，是你呀！我们已经把录音向外公布，你休想再留在庄家。你觉得你拿这种东西？ 我就会怀疑我的父亲和母亲。外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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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董事长，老董事长。 Thank you.
曼宁，你别这样。你再这样下去，叔叔会更伤心的。曼宁，你别说话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 下雨了，我们会一直被锁在这里吗？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吗？你们老大，我妈刚给我打电话说慢慢走了，为什么呀？他们分手了吗？ 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说啊，元帅。你别总闷着行不行？你都说出来，只要你说，我都会听的。我说，你都会听吗？嗯。我，对不起。 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以前伤害了你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你并不在我的计划之中。我回到这里，是为了帮老大完成心愿。在没有完成之前，其余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多余的。你不要说了。 我懂，你懂吗？嗯，我懂。不过，就是跟以前一样，不要再跟着你。其实你大可不必再说一次来伤害我。美娜，元帅。 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再喜欢你了。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曾在梦醒时候想起。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一直没有感觉吗？什么？你的身边一直还有另一个人，看着你。另一个人？美娜，美娜，你没事吧？ 你怎么哭了？你受伤了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带你出去。
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你，亲自来接你回家。出什么事了？蓝海集团再次变更了最高领导层，而且宣布跟我们公司断绝所有的合作关系。那我们刚刚展开的所有合作，所有合作即刻停止。而且前任蓝海董事长庄老先生去世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外公他怎么了？已经发布了正式的布告，据内部消息，时任总裁严毅也因为不明原因被驱离了庄家和蓝海集团。时任总裁严毅继承人身份存疑，即刻剥夺蓝海一星总裁职务，立刻驱离集团，并永远不得再踏入庄家。必须要先去救一个人，等我回来。哥，严星辰，你想不想跟我去私奔？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。
暂时无人接听。曼宁，您拨下的号码暂时。曼宁，你不要这样。爸，爸，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抱歉，我们找了好几个地方，我哥也派人去蓝海找了，他不在那儿。曼宁，你先别着急，我会想办法再回庄家看一看。庄老董事长的葬礼，我也会亲自去参加的。我刚刚已经通知了方显和元帅，他们马上就赶过来。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曼宁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一定会找到严星城的，严星城一定会没事的。你去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现在外面很危险，庄家和蓝海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现在这样过去，我要去找他。沈曼宁，我要去找他。现在只有我，只有我能够找到他，只有我去找他，他才不会消失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可是你，好，你去找他。慕凡。找到他，把他带回来，去吧。星城，我找遍了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，你都不在。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在哪里？如果你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回来好不好？曼宁，找到了没有？如果还没有消息的话，就先回来，我们会一起帮你找的，都会帮你找的。Thank you.
会找到他的，一定会。星城，thank you.
是在深海受到了重击，还是惊恐发作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以目前指征数据来看，他已陷入深度昏迷，是否能够醒来，要看的是个人意志了。星辰，是我。 星辰，你听得到吗？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守着你。我会永远在你身边，一步都不会离开。星辰，你要是听得到的话，你回答我好不好？ 他们都走了，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啊？你也该走了！不要！放开我！不要！星辰，你怎么了？星辰，医生，医生，快过来！来来来，把他脚压住。
你